甲你画画写写啊，去保证，去定情，安尼对农民的交代钱。袂好啦，定情上大个问题，一点安怎？规则无好咯，太过不守了。你今麦过来定情了，你今麦来个到过年去咯。啊，拄到这情形，咱台湾看政府吼，会当多多少少甲这农民斗相共吼，补贴一丝啊。我再讲说出去，我看袂了足可怜的。你看这摆多济啦，啊，佮大细长，因啊，你落雨落吼，袂有出，袂无出，啊，有袂较慢才出。啊，所以这拢浪碰啊。嘿啊，这拢浪碰啊。辛苦你啊，啊，比的拢比的比较辛苦。落雨啦吼，所以造成咱的高粱跟咱硬籽玉米吼损失真严重了吼。啊，所以呢，阮就提出申请，啊，甚至吼啊，请吼四方会勘啦，包括咱农改场啦、农粮署啦吼，包括地方的这个公所啊，跟咱的农民啊，跟咱的政府哦，拢总来会勘。会勘的结果吼，损失超过吼五成以上啦。所以阮已经有向咱的农委会提出啦，天然灾害的这个救助，而且补助啦吼。但是农委会给阮一个公文啦。讲叫吼，咱的农民吼爱定种啦吼，啊，若无就保种啦吼，啊，保种呢，你就知影，即马保种落去，后日来发出来参差不齐啦，嘛无在条采收啦吼，啊，过来呢叫咱定种，啊，定种呢，敢若一公顷哦，敢若工资定种还阁开办六块啦，哦，你想咧，安尼农民啊血本无归，啊，爱阁加上工钱啦吼，甚至嘛影响着选择的这个收成啦吼，希望呢吼，咱农委会第一农民配合咱的政策。第二呢，袂使予农民血本无归。第三呢，咱经过四方的这个会勘，嘛确定吼，因的损失超过50%以上啦吼。所以啊，卖讲甲以前无同款啦吼，嘛卖分色彩啦。只要是农民的损失，拢总爱来帮助农民解决难关啦吼。